是今仔特别热，电脑卡上只临时跳电啊！阮二哥等下带代言人来翕代言照，紧甲我斗想办法啦！亮起！哦，是谁在亮呢？妈，可能是今仔特别热，电脑卡上只临时跳电啊！阮二哥等下带代言人来翕代言照，紧甲我斗想办法啦！亮起！哦，是谁在亮呢？妈，阿爸。现在怎么做？脑中风，今晚在昏迷。你吃宵夜的案件，敢是真实？那你就要趁基金会董事长还没公布，要赶紧换人啊！你只要愿意，把这代理权交给我，我一定会替每一个病人设想。安尼，你的动机我了解啊。柯伟书只是一个开始。曾教授，你放心，你绝对袂后悔，你做出这选择的。喂，小轩，贪吃蛇被你引出洞了吗？那是当然的啊，会当做刷落来的准备啊。你看，阮家四个人哦，感情遐尼好，这款感情哦，是外口的人拍袂散的。哎，你想要创啥？给我放开！给我放开啦！哎，喂，放手啦！咱就算拢勉强，甲当属对这位可以做，你敢有法度处理所有的业务？啊，不过我真正需要有人替阮家讲话，啊，若无阮家真正会倒。啊，不过找人去管碎这件代志，我袂当答应。安尼伊欠人诶，有一天我绝对会连本带利拢甲讨回来。我已经有替你写一份新的遗书，虽然我有请人伪造你的签名，啊，不过还是当一个手印较保险。爸，你什么时阵清醒诶？我若不是早就清醒啊，这条命早落你害死啊！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。